场上的吗？今天的主要分享内容，围绕着小米实验的建设及平台的运维及平台的治理三个方向来展开。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小米的一个数据的一个链路概况。那小米它涵盖的业务场景会比较多，因此呢，我们的数据源会来自于我们的终端设备以及服务端，还有物联网以及数据库等。然后通过终端采集，还有服务端采集、物联网采集、数据库采集呢，将我们的所有数据呢注入 Iceberg 数据库或者 Talos、RocketMQ 等这些数据通道。然后呢，再通过 Flink 的实时计算或者是Spark 的离线计算呢，来去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一个加工处理、转储，然后以及数据入库等这些操作呢，提供到下游的多种这个数据查询场景。小米在2019年就已经引入了 Flink， 广泛的去应用到我们的广告搜索推荐等这些业务当中。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去探索了 Flink Circle， 在实时数仓的建设。因此呢，我们基于当时的使用情况呢，我们开发建设了我们的第一代的实时计算平台。在平台层呢，我们去支持了集群的管理、标签管理、任务管理、行为审计等这些能力呢，用户可以去很通过平台去管理他自己留下的一些作业。那在 Flink Circle 开发的这一层呢，我们支持了自动去生成我们的 DDL 语句，还有统一的 UDF 管理，以及语法检测、在线调试等这些能力呢，用户可以在我们平台层呢，就可以去快速的去进行Flink Circle 作业的开发、调试和上线。同时呢，在运维模块呢，我们支持了失败自动重置、失败积压报警、异常日收集、异常智能分析等能力呢。这样的话，用户可以去快速的去响应他的一个作业异常，同时呢，将这些异常引导用户去正确去处理。随着 Flink 作业的数量越来越多呢，那我们的平台也会去暴露出一些问题啊。首先，虽然我们支持的这个自动生成 DDL 语句的这种能力，但是在多表读写的这种场景下呢，用户需要去配置的这个属性项会是特别多的。那对用户来说，它的开发成本是比较高的。同时呢，也会将明文密码去暴露在我们的配置当中。同时呢，我们提供的在线调试呢，对于复杂 Circle 或者 Windows 这种场景下的它的调试能力是比较缺乏的。另外呢，在资源使用方面呢，由于用户可能在开发过程中，他没办法快速的去预估出自己所需要使用的资源量是多少。同时呢，我们平台是支持用户去使用自己的私有队列。那这样就会带来两个问题呢，一个是单个作业存在的资源浪费问题，另一个方面就是整个从用户的整个队列来看，它是有一些资源冗余的。那从我们从集群的整体来看呢，整体集群的一个资源利用率是比较低的。另外呢，在质量保障方面呢，因为我们当时把一些配置项都暴露给用户，比如说用户可以去配置自己的一个 Flink 架的一个路径，还有自己去管理 checkpoint 的一个存储。那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隔离性会比较弱，然后经常会遇到一些说用户架包误删除，然后或者是他们的 checkpoint 路径发生了冲突，带来一些数据质量的问题。同时呢，当时的平台我们还不具备这种故障逃生以及高优作业的一个保障的一个机制。因此呢，基于这些痛点呢，我们也对实时计算平台也有了一些思考，就是主要还是聚焦于易用性、还有成本、还有稳定性、质量相关的这些工作。那在易用性方面呢，我们聚焦于解决的问题是开发提效和运维提效。那在资源层面呢，我们不仅要解决单个作业它能根据它的流量去按需去分配资源，同时呢，我们还要在平台层面统一去管控我们的队列资源，以此来保证我们的计算成本是维持在一个较低的一个水准。在稳定性方面呢，我们希望去建设更多的这个稳定性能力。比如我们现在具备的异常自愈能力，还有我们会去建设 HA 保障以及智能化运维。那第二部分主要是介绍一下我们实时计算平台基于上述的一些思考的一些演进工作。这是我们当前的实时计算平台的一个架构。在平台层，首先我们引入了资源管理和
版本管理来去管理用户的一个架包资源以及 checkpoint 的这些资源呢，提高了作业的一个隔离性。那在 Flink Circle 开发这一层呢，我们对于在线调试呢做了一些增强，基于 Flink Circle Gateway 呢去搭建了动态查询的能力，这样的话我们能补齐这种在复杂 circle 这种场景下的一个在线调试能力。在 runtime 层呢，我们支持了内存弹性和并发弹性两场景的弹性伸缩。同时呢，我们也支持了异常感知与自愈，在这个 runtime 层呢，去保障我们作业的一个稳定性。运维模块呢，我们提供了 Flink 画像，还有智能诊断、智能运维、HA 保障等成本和质量相关的一些运维手段。那在底层的计算资源这一块呢，我们统一管理了整个集群的一个计算资源，对于用户来说，我们屏蔽了队列的一个概念。同时呢，我们整个 Flink 的框架呢，我们是接入统一的元数据管理中心以及统一的权限管理中心。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力建设呢，用户其实可能我们可以将用户更多的聚焦于他们自己的一个业务逻辑开发，他可以去在平台上更方便的去使用这些能力，对作业进行开发和运维。Flink Circle 是有 catalog 的概念的，通过catalog 的创建和加载，那它可以去方便的去获取到一些表的一些数据。我们通过对catalog 的一个扩展呢，我们接入了统一的元数据管理中心 metadata。那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说，我们之前复杂的那种 DDL 语句，我们可以简化成一个catalog database 还有 table 的这种统一的三级表明坐标。同时呢，就是对用户也屏蔽了这种账号和密码的一个信息，避免了这种明文密码的泄露。另外呢，在不管是在 Flink Spark 计算引擎还是Presto 等这些查询引擎当中，我们对于表的使用呢，统一就是同样的一种三级表明的格式。像左下角这个一个简单的一个insert into 的一个 circle 呢，在 Flink 这一层呢，它就是一个可以去实现一个流式入弧的一个场景。那同时呢，对于这张 iceberg 表呢，可以在 Presto 中可以去直接通过 select from 这个表坐标呢，就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查询。那权限呢，就是描绘的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约束关系的一个描述。那得益于上述提到的统一元数据的一个搭建呢，我们可以更快的去获取到我们的一个做我们的健全。那我们 Flink Circle 在这一层在生成物理执行计划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获取到我们 Flink Circle 作业所引用的 source 表和 sync 表，以及它对应的一些字段。那我们拿到的这些信息呢，我们可以去接入 Ranger 来去做我们的一个健全能力。同时呢，对于一些 Flink 架包用户呢，我们去统一提供了我们的工具类封装的一层，然后同时也接入了 Flink 的 catalog。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做到对Flink 架包的一个健全。基于统一的元数据和统一的权限管理呢，我们就可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一个开发平台。那在这个平台上去开发 Flink Circle 作业呢，用户其实只需要去选择他所需要的一些不同存储系统的表。那对于用户来说，他所需要做的事情只是说，把我这个张表的权限申请到我对应的这个空间下就行。那他就可以去聚焦于他的一个业务逻辑开发，然后同时去做一个调试。同时呢，我们基于统一的这种元数据管理呢，我们更方便的去提取到我们的一个数据血源。那因此呢，我们现在数据血源是有在我们平台中是有两种应用场景。第一种是一个数据血源可视化的这种能力。那数据血源可视化，它可以帮助业务在去对数据开发这些问题进行排查的时候，进行一个追根溯源会比较方便。两个点之间呢，就是它数据生产的一个作业。那第二个数据血源的应用是什么？是智能预警。那对于 Flink 的这种 pipeline 的一个流式场景呢，一般来说会这整条链路可能会涉及多个流式作业。那当这个链路当中某一个节点的作业进行出现失败或者异常的时候，积压，那必然会影响到下游的这种数据的一个质量。因此呢，我们
去做了这种全链路的一个智能预警。啊，基于这个能力呢，当这个 pipeline 当中的某个节点异常的时候，那下游受到影响的这些作业呢，也会收到相应的一个预警通知。这样做可以让下游的业务方呢及时去介入处理，去提高我们这个数据质量。同时呢，我们在整个从平台层面啊，对我们的一个计算资源也有进行了一些尝试。从最开始我们去支持业务去使用自己的一个私有队列，到我们统一去管理了我们的一个string job 的大队列，啊，再到最后引入空间的 quota 的一个概念，我们进行了三步的一个动作。那统一实时的队列是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是我们可以去解决掉之前私有队列这种冗余的情况。那通过平台，我们可以去做到实时队列计算队列的一个自动扩缩容。但是这种方案的前提是说我的物理资源是有限的，但是随着降本增效的一个推进吧，我们的一个物理资源其实是慢慢的是在缩减的。因此呢，可能也会出现就是当我队列需要扩容的时候，但我的物理资源其实已经不足了，会导致我的队列扩容失败。基于这种场景呢，我们引入了 quota 概念。那 quota 的概念是说对于空间的力度来去限制它的一个计算资源。在这个空间内部呢，各个用户使用的 quota 总量是一致的，它可以去灵活的在空间内进行一个资源的挪腾。同时呢，我们从平台层面可以去更好的去管控我们的一个计算资源。接下来讲一下我们在平台运维和平台治理相关的方面的一些工作。大家应该也比如说平台方呢在运维的过程中呢，一般会遇到一些什么表的权限没申请，或者是字段类型不匹配的这样一些业务问题，或者是一代组件是有异常，或者是由于一些热点机器导致作业处理性能下降的这些集群的问题呢。那对于从业务的一个视角来看呢，他可能没办法快速的去理解这个异常信息，以及没办法快速的去解决这个异常。那从平台的视角来看呢，业务方他没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将问题上升到平台层。那随着这个链路的传导呢，那平台层的一个运维压力会慢慢的去增大的。那另外呢，在治理方面呢，从去年开始呢，集团去推进了这个降本增效。那经过一系列的周期性的这种常规治理呢，那治理就进入了一个深水区。那从平台的视角来看呢，我们需要去探索一些从 Flink 内部能够帮助集团去推进降本的一些能力。啊，比如说我们需要去区分作业是一个 IO 型还是计算型，还是说业务逻辑是写的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可以优化，还有针对这种流量波动还有资源浪费的这种场景，我们 Flink 应该去怎么做到一个治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主要是推进了这几个解决方案。首先在运维层面的一个解决方案呢，我们去支持了能够快速引导用户去感知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这种智能诊断。同时呢，也开发了Flink Canary， 这是一个运行时诊断，能够去感知一些运行时的异常。另外呢，在runtime 层去支持的这种异常感知与自愈的能力，去保障提高我们 Flink 作业的一个稳定性。在治理这方面呢，我们去开发了支持内存弹性和并发弹性的弹性伸缩，可以做到作业是根据它的一个实际使用情况来去分配它的一个计算资源的。另外呢，在我们也基于各个维度的一个组件的一个数据去搭建的我们具有全局观测能力的一个 Flink 画像，来去赋能我们的一个治理。那异常治理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是将个人的能力去沉淀成为系统的能力，然后去解决掉一些简单的这种重复的一个运维问题。这样的话可以去释放我们的一个人力去聚焦做一些其他的一个事情。因此呢，我们将 Flink 的一个异常日志进行一个上报，通过我们的诊断服务呢，对在诊断规则库中去进行一个匹配，最终产出我们的一个诊断建议，然后去输出到我们的数据工厂产品层面或者机器人
那用户根据他得到的这个诊断建议呢，可以不需要我们运维人员去参与，就可以去用户自行去解决问题。同时呢，我们会将诊断的数据呢导入 iceberg 当中，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数据闭环，我们可以平时定期的去分析一下我们的一个诊断结果，去分析去迭代我们的一个诊断的一个规则库。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沉淀了几十种的这种诊断规则，同时呢，我们一个异常的诊断覆盖率已经达到80%。那异常诊断其实它的定位是一个事后的一个诊断，那对于Flink 的这种实时场景呢，它对于这个数据的一个时效性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如果能感知到一些事中的一些异常呢，那可以去提高我们的一个数据质量。因此呢，我们去开发了这个 Flink Canary 这种运行时诊断。它的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一个风险把控和能力补齐的问题。因为如果遇到这种非预期的问题呢，可能会存在一些较大的风险，然后影响我们的一个数据的产出。另外呢，如果仅仅通过我们的 Flink 的一个监控数据来去感知我们作业的一个运行状态，那我它的一个感知能力是比较有限的。因此呢，我们的运行诊断是具备这样两种能力的，一种是异常发现，就是主动去发现一些异常情况，然后上报，然后人工介入处理。那第二种是在线诊断的能力，在运行时去分析作业的一个运行状态，然后可以去输出一些我们给出的一个分析结果和优化建议。那具体的实现方式呢，是我们通过 Flink Monitor 来去定期周期性的去拉取整个集群的一个运行时作业，然后通过 Flink 的 REST API 去获取到它的一个状态信息或者是统计信息，然后输入我们的一个分析器去给出我们的一个分析结果和建议。那前面提到了异常诊断和运行时诊断呢，其实它的方式都是我们给出诊断结果，然后让用户去介入参与。那我们是否可以去探索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不需要人工去介入，同时呢也可以去实现框架的一个自愈，也不需要引入第三方的服务。因此呢，我们去开发了这个异常感知与自愈的能力。那异常感知与自愈它与前面的运行时诊断它不一样的是，我们在 Flink Runtime 层去实现了这样一个能力，通过在 Job Manager 中去实现一个异常感知模块。那它获取到的是来自 checkpoint、来自 task 还是来自调度的一些一手的Flink 框架内部的准确的这些统计信息和事件行为事件。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去在框架层去做到一些抽象Flink 的一些自感知的一些能力。例如由于节点异常导磁盘故障导致这个 checkpoint 没有触发，或者是由于机器负载比较高影响作业的这种处理速度下降的这种热点机器问题呢，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能力来去进行一个热点的一个驱逐、节点的切换、框架自愈。如果框架没办法自愈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将异常去抛出，然后让用户去感知到，及时处理。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在治理方面的一些相关工作。前面讲到的计算资源，我们统一从平台层去统一的我们的一个计算资源呢，解决了队列冗余的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单个作业，它的一个资源使用的浪费情况呢，我们当时还没有解决。因此呢，我们的治理思路是通过数据驱动去分析我们的一个大盘的一个整个集群的使用情况，然后通过技术手段来去支撑我们的一个治理工作。最后将我们的治理工作进行一个价值量化，以此来形成一个治理闭环，来去实现这种高质量的降本。那我们的治理底座是基于 Flink 画像提供的全集群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在技术升级层面呢，我们通过弹性伸缩，通过开启 Flink 的多 slot 配置，或者是我们智能配置建议，来去协助用户去降低用户的一个治理门槛、优化门槛，来帮助业务去做到一个降本的目的。首先介绍一下弹性伸缩，就是用户他可能在开发的过程中，他没办法快速的去预估出我自己的作业实际需要多大的资源，因此呢，他可能需要不断的去进行调整，
来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水位。那另外呢，就是对于流量波动的这种场景呢，框架层它没办法去做到随着流量的波动来去调整我们的计算资源，因此呢，就是会造成就是用户会去按照他们的峰值流量去配备它所对应的一个计算资源，就造成了一个计算资源的冗余。因此呢，我们去开发了弹性伸缩，在我们的一个弹性伸缩调度的一个模块呢，我们去收集我们 Flink 的一些运行时指标，然后通过我们的规则引擎去做我们弹性事件的一个判定。那根据我们的判定结果呢，去触发对应的一个资源的动态扩缩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首先在指标方面呢，我们收集了比如 Task Manager 它本身的一个 GC 的一个数据，还有它堆内存的一个使用率的一个数据，还有各个算子它自己的一个 Busy 的指标或者 Idle 的指标，还有第三方 Connector 这种积压指标或者流量指标，涵盖的指标会比较多，这样你做出来的诊断效弹性效果判定效果会更好。另外呢，在规则策略方面呢，我们支持了作业在高负载和积压的这种场景下呢，去进行一个主动的一个扩容。同时呢，我们也支持了这种周期性的对资源利用率的校验，来触发动态的一个扩缩容。另外呢，还可以根据业务的实际使用场景来去定时的配置它的一个资源调整。那在弹性的这个应用过程中呢，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最开始我们支持的这种周期性的调整呢，它其实没办法去覆盖到我们这种流量和那个负载突增的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开发了这种主动探测的一个能力通过这种负荷 GC 的一个监控，以及对于积压 freshness 的这种监控呢，主动去感知这个负载积压变升高的这种场景，然后由框架层来去触发主动扩容。那另外呢，在弹性的触发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种短期内去出现多次弹性事件的这种场景呢，就会触发 Flink 的一个失败重试策略，会影响作业的一个稳定性。那我们会去通过增加弹性的冷冻间隔，还有去展批去编排我们 container 的一个动态扩缩，通过这样的一个合理编排呢，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弹性事件的一个稳定性，不影响作业的正常产出。另外呢，我们的内存弹性是基于压的原地重启去实现的，那也就是在我们机器负载较高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单机物理资源不足的场景，因此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弹性失败，同时也会影响压的一个调度性能。针对这种场景呢，我们通过 ARM 去进行一个节点切换，然后切换到另外一个 Node Manager 上，去保证这种资源弹性的稳定性。除了前面提到的治理需求呢，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我们的随着集群作业越来越多呢，我们是缺乏一个全局的这个理解以及观测能力的。那另外呢，在我们集群升级 Flink 升级的时候，它影响的可能是整个集群，那这种风险规避的能力是不足的。那我们的出发点是说，能不能去挖掘 Flink 提供这个数据价值，我们来去赋能可以去建设后续的更多能力呢？因此我们去开发了我们的一个 Flink 画像数据。画像数据它涵盖了一些比如说 Flink 的核心指标处理速度、积压、状态大小啊，还有 checkpoint 的一个时长等这些核心指标在还有稳定性一些指标，比如说作业的一个优先级，还有一个它重启的次数，还有它的告警信息，以及资源治理相关的，比如说它作业配置的多少的一个资源，以及它的资源利用率是多少，它的可优化项是多少。通过这样一个比较全面的画像数据呢，我们可以做到哪些能力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去针对作业的一个特性，我们去定点的去推广我们的新的 feature。 那针对于优先级呢，我们去可以做到分级灰度，保证高优作业的一个稳定性。那另外呢，也可以针对于我们可以去从集群整体的视角来发现一些集群可能潜在的一些问题。另外呢，我们根据画像数据提供的这种全域的数据模型呢，我们可以去搭建我们的一个健康分模型，然后产出我们的优化建议。那这样的话，用户可以在平台上
根据我们的一个健康分模型呢，去可以简单的去看观测到他自己作业是否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是否具有一些可优化项。另外比如说我们这个优先级保障是怎么做的呢？在这种集群单机利用率较高的情况下，那我们希望的是说保证我们高优作业是运行稳定的，去驱逐一些低优作业。那因此呢，我们在亚的 NM 上呢，去监听物理单机的这种 C group OM 事件，然后 Node Manager 是可以从 RM 中去获取到作业的一个优先级数据的。基于这个优先级的信息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加权打分，然后计算各个 container 的一个分值。然后当我们单机资源去触发到这种资源阈值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根据优先级去进行一个低优的驱逐，降低我们单机的一个负载水位，以此来保证我们高优任务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稳定性。基于前面讲的介绍的这些工作呢，我们就可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实时运维和治理的一个全景。在运行时呢，我们可以去做到运行时诊断，还有异常感知与自愈能力，优先级保障以及弹性伸缩。同时我们在线服务呢，对外可以提供异常诊断以及 Flink 画像数据。在平台层呢，我们通过对这些能力进行一个产品化呢，可以用户可以去使用我们的智能预警能力、智能诊断功能，还有机器人，还有它的健康分模型。通过这些平台层的产品化能力，对于 Flink作业本身的一个运维、治理、开发都十分的方便。同时呢，我们这些事件数据的都会导入数据湖中，去供 Flink 团队、平台团队去进行一个运维，去迭代我们的一个能力。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后续的整个平台建设的一些规划。主要还是围绕我们的一个易用性、还有成本、还有稳定性这三个方向来去展开。在易用性方面呢，我们希望去打造 Flink Circle 的一个 debug 能力，去可以实现这种算子级别的动态的去排查问题，这个对业务排查数据异常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呢，去打造这种 Flink 大个图的一个编辑能力，可以去做到算子级别的一个细粒度的一个运维和调优。另外呢，在弹性伸缩方面呢，我们可能会去聚焦更丰富、更多的一个弹性的一个伸缩的一个场景，去优化我们的一个弹性伸缩效果。同时呢，可能会去落地基于 K8S 的一个弹性伸缩方案。在稳定性方面呢，我们会去持续打磨异常感知与自愈的能力。另外呢，我们近期在跟进的就是基于这种高优的任务去保障、去打造这种流失场景的一个 HA 的一个保障方案。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的弹性伸缩能力是支持两种，就一种是我们在 Flink 1.12 上是仅支持这种内存调优的，那在 Flink 1.14 上，因为引入了这种 adaptive 的这种 schedule， 却可以做到并发的这种弹性，所以在我们 1.14 上是支持内存和并发两种弹性的。那基于内存的这种呢，就是它是需要去判断我们这个 container 一个堆内的一个使用情况。那如果说我们的 GC 已经很频繁了，或者说我们已经处于一个高水位了，那我们可能会去及时的去对它进行一个扩容。那如果说它的一个堆内的一个使用率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了，那比如说用户配了8个 G， 那实际根据我算出来的结果，它可能使用3个 G 就够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这个 container 就可以去缩出5个 G 的这个成本出来。谢谢。
这个反哺是什么意思？是就是这个预测我们暂时没实现，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动态调整，其实它是根据作业的一个实际使用负载来去调整的。那针对您说刚才说的这种场景呢，当它流量上涨的时候，它其实可以通过内部来去触发这个扩容的。那 Flink 画像它提供一个什么样能力呢？提供就是我们对于那种它没开弹性伸缩的这些作业，我们可以去根据我们的画像数据去计算出、预估出它实际使用的一个作业的一个资源配置值。那通过这个能力呢，我们可以去覆盖到其他的一些作业的一个资源治理效果。谢谢。